家长陈菊市长来到我们现场，为我们按钮启动。你大家都坐来坐来坐来，按钮启动仪式来啊、喔！不要啦，维西啊，我怕你把那个电弄得很开心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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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刚才只是这边转两下而已。喂、啊，我啦，我跟你讲，哎、欸，后面有一个人，这一首歌他能唱就好。对啦，这个太难了，对啊、这对对对，这唱都唱都有问题啊，国台语混的。对啊。好，来来来，灯辉、啊，这个你不会，我绝不放过你，好不好？我尽力，我尽力，加油加油。那我们有一个人过，我过了可以不用垫吗？两个一个标准的，我就算你过。真的。好吧，好。好，黄灯辉开始。全部加油，能靠你了。啊，对对做对着你的心，做着你的人，对着你的情，对着你的有奖励。啊，烦烦烦烦过着世人心，我如匆匆吹无酒来浇。天气啦，卖阁那么大声对我说话。乱乱乱查某的心，豆腐做的话你破碎，任由真地位。这个是第三题，总共六十五题。各位，马上来看看精彩的下一个单元。Go！ 好的，比大小，这个比大小，而且要是很快的一瞬间，你就要判断出来，这是大，这是小哦，哪边大？哦，哪边大或者平手有没有？一瞬间一样大，一瞬间要一瞬间反应，刹那哪一个比较？对，一瞬间跟一刹那有没有？一瞬间是0.01秒，一刹那是0.036秒。那一不小心呢？一不小心。所以这个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很正确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一位小马来，请上。我这里有罩门啦，我这有罩门。我跟你讲，第一题这个 ，Oh my God， 怎么会那么紧张啊？这一题如果你不对，你就完蛋了。我跟你讲，哦、oh ，等一下，我先把，请出题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请问下列两首歌曲哪一首发表时间比较早？比较早的哦。啊，比较早。哎，厉害，小马，这个不管不知道就我。那你这么完整，我们要出更难的。不要这样子，电力可以调强。这一题是我看过最难的，要答对几乎不可能。请出题。哇，这一题好难。Oh my God！ 请问下列两位女艺人，哪一位罩杯比较大？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不要电我。等一下，小马哥先坐着，小马哥坐好。等一下，坐好，坐好。你们这里太贱了啦！你坐好再比一次，坐好，坐好。这里太贱，我不敢坐。等一下，你现在把钱包通通塞到后面是什么意思？而且你知道我里面有卫生纸啊！我真的怕，怕屁啊怕！你有答案就对了嘛，你先坐坐。再比一次，是不是？再比一次，一，你给我机会哈、哦。好，一二三。相信吗？孙燕姿比较大。Oh my god！ 各位，而且我们不止告诉你，郑秀文小姐三围31A， 23、34；孙燕姿小姐32B， 23、33。很明显，孙燕姿谎报。你看不出来吗？这里应该是说有三个，有没有？孙燕姿、郑秀文、阿雅。阿雅，出来了。啊，他们三个都 A 呀、啊。都 A 咖啦，对，你要想一想，那现场在的人嘛，你搞鸭子，哎，鸭子哪有？我顶多也有 B， 好不好？顶多，我真的有至少 A。下一位，事业线美女，哎呦，大家。
恭喜啊！这本书现在已经登上排行榜销售榜，这么快？对对对，一个礼拜第八名，而且压力很大，因为前面还有九令跟明道。第一个礼拜就第八名了，已经刷了六刷了，一刷五本，总共。没有吧？这应该还不错，不错不错，好不好？我个人就买了十本。谢谢宪哥。哎呦，那宪哥，我问你，你要买几张啊？你哪位啊？我是。现在最新的那个唱片女王啊！哦，陈信宇也出唱片。不是啦，真的啦。哦。对啊，他买十本，你也要买吗？他的歌叫什么？夜店。夜店。买夜店，要不要来夜店？请出题。请问下列两个折扣哪一个比较多？哎呦。店。啊，好厉害哦！399四个人吃到饱，打75折，有没有？嗯，那就打75折喽。399吃到饱，四人同行，一人免费。对啊，一人免费等于是打75折嘛。没错没错。买我的书10本，多签名。10本都帮你替你签名。这有什么好稀罕的？因为我发现哥问我说要怎么算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想说差不多，哎，厉害，两手一摊。随便你了，答对。下一题请出题。请问下列两个节庆哪个日期比较早？哦，好厉害哦！哎，一星一星，你告诉我，白色情人节是什么意思？3月14号。这个呢？然后2月14号。而且我之前去韩国，他们说还有个4月14号。是怎么样？就是单身很可怜的人，他只有一个人，然后他要去吃韩国的那种就是炸酱面，是黑妈妈的。我们平常吃的咖啡是他们吃是很黑很黑。他们说4月14号要吃那个。哇，好，情人节达人。还有5月的啊。对啊，而且没有要吃，五月要吃牛肉面。那个吃啊，我不会吃粽子的。好，哎呦，两题都答对，没事，都答对就没事。哇，好棒！来来来，哎哎哎哎，我们要一起吗？不，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，有啊。一北，今年几岁？你可以坐在18岁，有吗？对，刚8岁而已。姐姐们、阿姨们，看了他是不是很嫉妒？18岁出道几年？9年了。有没有就知道这个论辈不论岁，看到他还要叫前辈。不敢不敢。那80岁出道几年？71年。一边。没事吗？错了。哪是啊？真是。请问下列两个英文单字哪个形容最远？最远。最远。哎，不是一样吗？看字首，看字首。有电啊，有你能不能让我们感觉你有电了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刚刚是往上跳，我刚刚是这样，因为我双脚放在这边，声音怎么都变了？本能反应的往上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好，各位，我站出来，请周明锦老师给我们翻译一下。好 ，far 是远的意思，然后 further 只是比较远，所以当讲最高级 farthest 就是最远的。farthest，farthest， 讲英文好好听哦，好。OK， 你紧急的时候就很特别的时刻，你也是喊英文吗？对。什么特？上次什么时候是特别的时刻？火灾啊！火灾了，地震。火灾不特别吗？你们家每天都火灾是吧？火灾，你会怎么喊？假音。下一题，一边出题。Oh my god！ 请问下列两个男生英文名字，哪一个是2011年票选菜市场人名较高的？菜市场名？谁啊？这两个人是谁 ？Peter 比 David 还高。我们看到 Peter。啊，那女生呢、啊？特种行业最多的是什么？英文名字 Jennifer。请出题。
请问下列两种动物哪一种体型比较大？啊！英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法国，究竟哪一种狗狗比较大只？广告回来马上揭晓。新《还珠格格》脚底按摩哀哀叫。啊！啊！我用什么？我叫他轻一点，我叫他轻一点。这个地方是哪里？啊？脑部？不可能啊！脑部他怎么可能会痛呢？他没有脑子，他怎么会痛？要加强哪里，你就跟他讲一下。大腿内侧，大腿内侧，大腿内侧。喂喂喂！这样学坏了，大腿内侧。